看那边。那边。哦，好新哦。那是装饰烟。嗯哼哼。好，把它录，录下来，漂亮哦。这个形状很好看诶，还有一个斜边这样。OK， 这边是台湾电池股份有限公司。录影哦。对啊，录影，这样比较方便。你在截取哦。对啊，现在正在录啊。用残余的电力。哇，这有点像我们那边那种防火墙，然后左右各一路的。哇，嚯！这一户很大户。对啊。啊，其实这一户也是，这一户也很漂亮。这一户对啊，它其实是雨林板。对啊。可里面又砖造，好特别，又有砖造又有雨林板。其实这栋我很喜欢，可是它换成那个，换成铁皮之后，我就觉得它没有感觉了。